林千羽在 IG 透露仔仔习伯伯会去公公婆婆屋企住几日，虽然 Coffee 非常挂住佢，甚至话搞到瞓唔到觉，但就多咗同老公独处嘅时间。Coffee 亦趁机同老公去沙滩拍拖，佢着上红色三点式泳衣，戴晒腰间嘅马甲线同埋腹肌，非常之吸睛啊！网民都好羡慕佢有腹肌嘅身形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 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